Hello， 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咧，翻翻嚟今日921国际大棋局嘅第一节，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司徒文俊啦，咁啊旁边咁啊当然仲有话台长梁锦祥先生喺度啦，咁啊琴日咧因为阿台长咧有啲即系要有啲公务要处理啊，咁啊索性咧我哋叫佢不如去专心处理好啲事先，咁今日咧台长其实都有嘢要做嘅，咁但系咧佢仍然系不负众望啊，翻嚟去主持下节目，就等大家唔好拖咁耐。咁啊喺进入节目之前咧，咁啊恳请大家就按赞订阅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下我哋一啲嚟緊合作的廣告商啊，譬如咧，我哋其實而家同《華爾街日報》啊、Fortress Insight 呢間嘅傳媒公司咧，係有個合作嘅。咁譬如咧，你係俾一個優惠價啦，你可以睇到曬唔同文字，譬如日文、英文、中文嘅《華爾街日報》，你可以攞到最新最多嘅經濟或者即係國家嘅資訊。咁跟住咧，你亦都咧係可以同時睇埋啊呢個財經雜誌或者係一啲時事相關嘅《Fortress Insight》。咁入面咧有專家咧嘅文章喺度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即係用我哋嘅優惠碼。咁啊，原先譬如講緊你淨係《華爾街日報》咧，已經要俾3000多元啦。咁啊，我哋個優惠價咧，是三分一都不用的，那真的这个呢是想回馈给我们的听众，那也都当然啦，我们都会精挑细选一些我们信任得过的传媒，不会说呢即是坦白说不会说无端端整一份大家都觉得很搞笑 的资讯信不过的，然后叫大家去订，我们不会的，我们做所有事都要过得人过自己啦。另外啦，咁亦都係同咁多位講聲啦。咁我哋而家咧，咁亦都咧係除咗正規嘅國際大棋局，我哋會有一份號外嘅。咁號外咧就我哋會擺喺 Patreon 啦，或者擺喺 YouTube 咧，就去課我哋嘅一啲嘅資深會員。咁呢啲號外嘅資訊咧，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咧，我哋係唔出得嗰個公海嘅，因為基本上咧係紅標或者黃標啦，或者一啲敏感嘅事啦。咁其實我哋都試過係就咁擺出嚟，咁結果咧都係即係遭受到呢個黃標或者紅標嘅警告啊。譬如阿蔡小姐做嘅醫療專題，咁結果咧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就係咧，我哋照樣常規大棋局嘅內容會有。咁但係如果大家想聽一啲附加嘅內容咧，精心啲一啲敏感啲嘅嘢咧，咁可以咧係訂閱我哋嘅會員啦，即係叫做話 Patreon 或者係 YouTube 啦。咁亦都想同大家講啊，其實過咗呢個九月咧，我哋其實九月尾咧就會再次整頓啦。譬如 YouTube 咧，因為我哋之前咧，未俾 YouTube 去整字，未俾佢處理嘅時候咧，咁嗰個會費咧，其實當陣時冇咁周詳，亦都冇提供一啲咩嘢，所以有啲會費咧，譬如可能定高咗嘅，我哋會調低翻。即係講緊啊，大家唔好諗就係、是、喂一講係咪驚啊？你係咪會卡卡？其實唔係，我哋最主要咧想 Patreon 同 YouTube 兩邊嘅訂户咧，其實都係可以享受到公平。同埋咧係持平嘅待遇，咁但係兩邊嘅會費咧，你見到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個原因咧，只不過因為兩個平台啊，嗰個拆成咧，佢抽係唔同嘅，即係譬如 YouTube 係抽好多嘅。咁亦都咁講啦，喺呢排咧，我哋都係冇去刻意去講太多，叫大家訂閱啦，俾錢貨金咁，所以我哋其實近呢一個月咧，即係收到嘅貨金打賞咧係寥寥可數啊。咁所以希望有能力嘅聽眾們，你哋都可以慷慨解囊，可以叫做支持下我哋啦。亦都最尾呢樣嘢好重要嘅。咁如果咧有一啲係訂閱咗我哋，譬如 VIP 級啦，一啲高階亦都成日支持我哋嘅訂户咧，麻煩你同阿安守令同埋我哋其他工作人員咧，係可以係聯絡啊，留低你嘅電話。或者咧係私底下留啊，你個收信嘅地址，因為我哋個台咧，我哋整頓好之後咧，遲啲咧，我哋真係會有一啲嘅心意係會送俾大家，或者可能會用啲速遞公司將部分可能貴重少少嘅禮物會係速遞翻嘅形式嚟俾大家嘅。咁但係大家放心，所有你哋會員嘅資料咧，我哋淨係貨呢個用途，我哋係唔會再有其他用途，即係唔會話啊，你會無端有一日收到啲咩廣告啊咩，唔會嘅，我哋淨係我哋發放一啲心意俾你，
所以咧先至會同你攞通訊地址嘅啫。咁亦都咧，大家譬如即係講緊啦，有啲譬如問我哋會務啊，或者有啲訂閱會員嘅嘢咧，亦都俾少少時間，因為有時啊，即係我見到蔡小姐啊、阿龍仔啊，甚至乎阿太仔啊，好多主持咧好俾心機。不過咧，我哋因為仲整頓緊，亦都有啲新計劃，所以懇請大家俾少少耐性支持。咁啊，琴日咧，因為我哋啊，即係講咗係成個幾鐘啊節目，就講咗啊呢個澳門啊，咁啊洗米華啦，即係叫做呢個開審啊，呢個賭業呢個大 case。咁聽眾咧就話哇，琴日嗰集咧聽得即係好攰啊，因為哇咁耐，即係覺得不嬲啊你啊，文俊你對上咁你做節目。都是嚇開下玩笑咁樣，即係冇咁 heavy 一啲嘢。咁啊，琴日話聽到咁多技術上嘅嘢咧，咁一時之間覺得即係話用好多嘅腦汁。咁所以咧，我哋因應啲聽眾嘅意見，今日咧我哋會調整少少，我哋唔會再一次過咧喺可能用個幾鐘執咁多嘅落大家嘅腦。我哋咧會再精簡啲，咁同埋咧我會再譬如同阿台長會用一啲可能輕騎少少，但係同樣。交到個資訊入你腦嘅方式嚟到去演繹嘅，咁啊台長，咁啊琴日咧就辛苦你，因為真係話出去就開會由朝到晚又食埋飯咁樣，咁今日咧又我知嘅，即係有啲嘢你未做完，你都專登翻嚟咧，即係同我哋聽眾做節目，同大家打招呼，咁樣辛苦曬啦，老師。唔緊要，嗱我諗就今日要講一講啲新聞先，因為有單即係頗為重要新聞咧。就係、是、俄羅斯啊，普京就宣布咧局部動員300,000人，即係300,000軍人啦、啊，就即係擁有大，佢話有擁有大量嘅可以回應呢個西方嘅威脅嘅武器，包括咧就核武。咁我覺得件事而家去到呢、這個即係殘局噶啦 ，end game 啊。咁所以第二節咧，我哋去講講。咁但係正如頭先阿文俊講啦，即係一下子咧講啲咁嚴肅嘅嘢咧，大家就～一係就瞓著，一係就聽到好辛苦，咁所以咧我就褪咗第二節。咁今日開頭咧講啲稍微輕鬆啲嘢啦。第一樣嘢，頭先落街就睇一睇嗰、那個，即係唔係特登再睇咧，但係睇得個匯價咧，人民幣啊，即係對港紙啊，10蚊港紙啊對9蚊人民幣。咁呢個價錢咧就都好耐冇見過啦，啊對上好似成幾年前噶啦，嗰陣時去到9.2啦嚇。咁曾經有時間我都估佢對1:1嘅，咁但係都睇落都唔會噶啦。咁但係今次呢個跌幅咧，事實上係都幾得人驚嘅，因為之前咧我立過下啦，前兩三個月都8.3、8.2啊嘛。咁但係今日上到9蚊咧，咁呢個係一個信號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而家要即係關留意一下啲經濟嗰啲嘅變化啦，就唔係純粹政治啦嚇。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更加。即係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呢段新聞好細嘅，但係咧，我睇到跟住咧，我覺得要喺呢度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星島日報》嘅嚇，呢個係新華社同埋法新社嘅報道嚟嘅，就係新加坡啊，有一個伴郎咧就冒充呢個新郎，就非禮嗰個嘅新娘，咁啊結果係點樣咧？就判囚7年啦。咁啊判囚7年其實冇乜值得講喎，但係加咗咩咧？邊六校啊？哇！我一睇到就哇，原本諗住過新加坡，而家即刻縮翻，即刻唔係好敢去，因為點解咧？喂，隨時啲即係唔係講我會犯呢啲罪啊？而係喂，而家仲有打騰呢味嘢啊！喂，大家如果要去新加坡，真係諗嚇。咁我睇一睇完新聞，喂，即係呢個刑罰本身係咪過重咧？嗱，我讀咗段新聞啦。就係、是、被告咧，現年就42歲，被控非禮同埋性侵犯咧兩項罪名。咁啊，成立咗個案情係點樣咧？就係、是、被告咧喺一個好友2016年，話都幾年前啦，6年前啦，10月舉行一個婚禮入邊咧，被邀請做呢個伴郎。咁熱門接觸之後咧，就一眾伴郎咧就同呢、這個即係、伴娘一齊咧走去入碟酒店入邊咧就即係狂歡啦。咁因為咧個新娘咧就太過疲倦啦，就翻酒店去房間啊睡覺。咁個新娘話咧，就早上6點咧，突然間覺得有人摸佢個即係胸部，仲有手指咧插入咗佢私處。咁啊，新娘以為係新郎哥，但係轉咗一睇咧，原來唔係新郎，係邊個咁樣？咁跟住佢就走咗出去。
咁然後對質咗之後先至係即係知個伴郎。咁但個伴郎咧就話咧，就係摸上邊冇摸下邊。咁啊報咗案之後咧，咁啊跟住就即係抽咗出嚟啦咁樣。咁咧就即係判刑咁樣。嗱，呢個刑罰本身咧，就我對照下啦，即係有一個14歲喺香港啱啱判，亦都係啱啱新嘅案件嚟嘅，就係14歲，佢飲醉酒俾人輪奸咗兩個，係判9年啊。咁我覺得香港咧就係真係比較寬容啲喎嚇。佢嗰個判7年打六下鞭咧，你唔係嗰啲普通嘅藤條嚟嘅呢啲鞭，一打完落去咧，嗰個屁股開花，仲要六下添喎。咁我覺得咧呢下嘢咧就因為佢呢個係非禮啦嚇，我就唔知即係我作為男性啊，適唔適宜評論話即係個刑罰過唔過重，但係我係做一個比較嚇。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去呢個新加坡啊，或者移居新加坡之前咧，都要諗諗嗰邊嘅刑罰咧，到而家都係仍然非常之嚴厲啊。咁我寄望咧就如果要同香港嘅即係要取代香港嘅位置咧，麻煩啲嘅法律咧，可能要比較自由化少少啊！呢個我哋要反映翻俾新加坡當局聽啊！阿文俊，你對呢個打六藤呢下，你有啲咩意見啊？其實咧，打藤呢樣嘢咧，同埋即係譬如你肥仔啊，唔俾你飲可樂嗰啲，嗱，我覺得即係以前覺得好嚴嘅，甚至乎咧，即係以前覺得新加坡呢個地方咧，你唔可以做任何違規嘢，為你去行古惑咯，未收片，未收到俾人鞭到耐，開花啦咁樣。即係嗰陣時咧，我感覺係咁啊！嗱，呢樣嘢咧係世界上啊有好有壞。咁你好嘅，當然你個人啊會循規蹈矩啲啦。跟住喺嗰個地方嘅人，理論上即係唔係你自己想，因為現實係咁。咁你個道德啊，你嘅行為都會規律啲嘅。咁但係喺話喺現代嘅呢個社會，喂呢一種吊起嚟打啊、打攞油啊呢啲嚇，其實係咪過時咧？即係譬如而家我哋都要檢視翻。而即係我哋細個讀書咧，譬如我讀小學咧，一有啲咩咧，個校長攞住把都唔係間尺嚟嘅，木條嚟嘅，殴你咯。我有打冇㗎啦。如果而家有啲咩告得㗎？係啊，咁但係即係你話究竟啊，即係對比翻啦，咁起碼新加坡喂唔會無端端有炸油換完衫出嚟，你喺條街度有啲意見申訴嘅，跟住對你施以嗰個唔知幾嚴重嘅體罰啦，係咪？俾你啲打六邊小事啦，嗰啲打到你入廠，喂，以至會唔會喂突然之間咁樣係嘛？跟住，哎，我唔打你，我運氣嚟啫，我話你有啲問題，有啲嘢唔合格，又唔會突然之間入嚟你屋企噴消毒藥水，噴撚到你全部嘢瀨曬嘢，係嘛？見住你嗰個 Chanel 勞力士啊，哎，樣樣唔噴專係噴你啲 Chanel 袋先咁樣，即係唔會有呢啲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新加坡咧。呢啲嘢咧喺我而家眼中咧，我覺得某程度上變成一個特色咯。咁但係咧個特色，我覺得可以修改一下嘅，因為好似的而且確，我嗰陣時即係做賭場啦，咁都同啲新加坡人有交流接觸過啊。咁我好記得有個新加坡嘅女仔啊，佢同我講，佢阿哥咧就試過咧俾人鞭啊，真係嗰啲俗稱鞭到攞油開花。咁嗰種痛咧，佢話係記一世嘅，即係佢話咧，佢阿哥咧，即係嗰陣時被打攞油咧，打完之後咧，即係嗰陣時咧之後咧，有一段時間咧，有時提翻咧，佢阿哥喊喎，即係覺得好委屈啊！哎呀，點解打到我屎忽咁樣？咁嗱，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除咗肉體創傷咧，係一個受辱嘅心理創傷嚟嘅。咁嗱，坦白講，如果你話好似香港嗰單，即係一個女生，我唔知，因為我冇睇呢單新聞啊，我唔知嗰個女仔係幾多歲或者係點樣啊？譬如話我。飲醉酒定點俾人輪奸嘅？14歲嚇嚇，唔係啊，14歲啫喎。係啊，14歲啊，做咩？嚇點搞得落？搞佢都覺得十四歲係嘛？梗唔係啦，搞佢兩個成年嘅。屌喂，呢啲喂判得少啦，9年切賓州。係咯，咪就係、是、咯。喂，大佬，好似你個女咁，你點搞得落手咧？對住個14歲靚妹，你扯到旗，你都唔撚係人啦。唔係真係我唔想講粗口，對唔住。我應承咗我哋節目總監唔話粗口嘅，即唔應該嘅，太輕啦呢個九年，即我覺得應該立個法例，啲女仔咧，總之佢細個幾多歲成年，係咪20歲啊？梗唔係啊，16歲啊嘛。嚇，16歲成年嘅咩？係唔得啊，太細啦。總之18歲以下你搞佢咧，呢壇嘢應該分開咁講嘅。係香港有啲人咧對呢樣嘢好熟悉嘅，係咪啊？例如啊邊個啊細一哥啦，係咪啊？係。
咁啊，仲有而家位居高位嗰啲都熟悉嘅啲咩嘢係咪？咁你話如果咧，如果呢啲人咧喺新加坡咧，係，咁我覺得真係打頭喎呢下嘢。但係咯，新加坡個擺手指落去撩一撩都打啦，都 fit 咗六嘢。你真係擺條槍落去係咪？但係我落，即係我心諗啊，我諗好恐怖嘅應該。如果你真係擺條槍落去，好似你而家仲要講呢兩個人渣咁樣嚇、啊、搞個靚妹，咁我諗咧，其實新加坡仲有冇閹割法㗎？會幫你去世啊？冇噶啦，咁佢要立法閹，因為嗱閹割法咧，其實咁樣嘅就唔係真係話而家切咗，而係話有啲化學方法係閹咗嚟嘅。嚇、啊？有嘅係有嘅。唔係真係擺個針板嘅，攞條針出嚟。唔係咁啊！佢同你打支針，你以後你對呢樣嘢完全冇曬興趣嘅。哇！咁做人咪好慘？慘得過坐監係咪啊？我哋正經少少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就係、是，有啲人啊，譬如阿邊個阿神一哥咁樣，係如果調轉咧，佢而家有風騷啦嚇。為咗調轉咧，喺呢個新加坡咧，佢唔止打六下噶啦，即係捉到啊，係可能都十邊噶啦嚇。咁睇下即係可唔可以仲咁風騷啦？哇！痛到暈咗噶會，如果十邊。唔知唔係痛到暈嘅問題啊！第一樣嘢頭先你講過啦，係一種羞辱嚟噶嘛，係即係你除咗個除條褲俾人喺後邊 fit， 嗰啲 fit 唔係好似你藤條咁樣噶，要發幾個圈跟住打落嚟噶。係啊，咁你跟住咧，即係身體受創啦，但係咧，正如頭先你講咗啦，你一世都會記得噶嘛。咁新加坡睇下李光耀嘅呢位國父嘅治下，咪咁樣可以搞到成個國家嚇？即係啲人嚇循規蹈矩咯，係咪啊？嚴明，即係呢個真係有啲辦法嘅。咁但係對於而家嚟講咧，就我覺得就如果你想話即係吸引多啲人，即係比較即係國際化咧，我就覺得呢下嘢就應該諗諗佢，應該改改佢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到此為止啦。我哋唔想即係 elaborate 太多啦。嗯。因為今日咧第一節咧，其實有好重要嘅話題啊，就係呢個即係洗米華嘅案件啦。咁我做少少 intro 先啦。咁其一咧，就佢喺個庭上面，佢都講咗啲嘢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從個政治方面嘅解讀咧，就係照計，如果我即係 cut foot 啊，即係唔應該咁講啊。但係我即係如果我自己喺個處境咧，我就唔會點講嘢。我會話啊，你有咩嘅咪啊？係法官係認罪。因為你知道嗰個問題就係而家唔呢個唔係一個純粹法律嘅或者犯罪問題，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啊嘛。後面那裡就要釘死你啦，咁佢要第一樣嘢，佢要攞你啲料啦，你同啲咩人交往過嚇，為啲咩人服務過，咁最重要喺我哋嘅表達嘅方式就係你係咪一個白手套嚇，即係問呢個問題係多餘嘅，但係我就要問，我就要你講出嚟，你自己親口講，同邊啲人做白手套，咁但係去到啲好 technical 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呢個賭。底面呢樣嘢，我就比較覺得幾有奇怪。事實上咧，即係以我理解咧，以阿沈明一個咁聰明嘅人咧，事實上喺而家就冇乜必要，即係為自己去辯白咯。因為你講嚟講去都係咁樣噶啦，係要釘死你。所以我呢個問題我就即係留翻而家阿文俊去講講啦。咁第二個 technical 嘅問題咁樣，咁我就呢度要讚一讚阿蕭生啦。即係其實我哋就好期望，蕭生。即係一單咁重要嘅新聞，好多人都會關注嘅新聞，喂，會唔會搶先走去做幾集先咧嚇？咁我哋都即係喺我哋錄音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阿蕭生都未做。咁你又問你未做嘅時候，咁點解你話話佢係讚揚咧？我前兩日阿文俊上個禮拜佢即係有休息，即係佢休息嗰陣時候，啱啱嗰日都有個賭牌嗰個鏡頭噶，出埋雲頂啦。咁我已經講咗啦，話呢啲嘢我唔熟，獻丑不如藏拙，我就唔講，等阿文俊翻嚟先講。嗱，我覺得個態度係咁樣嘅，可能係而家蕭生咧，佢動用緊佢即係呢個旗下嘅呢個研究嘅團隊，就搜集緊資料，經過消化之後嚇，再佢用佢嘅分析，佢講。事實上，阿蕭生有好足夠嘅條件嚟講，因為據我所知，譬如佢同阿朱麗月華，即係朱太啊，都十分之熟絡㗎，佢好多嘢佢都知㗎嘛。咁但係佢都等。即係諗清楚先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咧就好值得去即係去講，因為而家有個問題啊，譬如話做 KOL 啊，咁喺外國大家要記住呢個名字就唔係咁講法，叫 influenza， 就咩咧？
影響有影響力嘅人士啊，嚇，即係影響個輿論嘅。好多時咧，你就變咗咧，你就變咗白曉生啦，江湖白曉生啦，屌你乜春嘢你都講啦嚇，識嘅你又講，唔識你又要講啦，因為被人哋聽你嘅節目嚇，就要誒得到嗰個即係答案啊嘛。咁亦都期望嘅，潛意識期望你對所有事情都有答案咯。咁但係個世界好明顯啦，就係、是。冇人會對呢個世界所有重要嘅事情都有答案噶嘛，係咪啊？佢話俾你聽有，即係呃你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就呢啲 KOL 咧，就為咗嗰個 hit rate 嘅問題咧，就要濫竽充數，即係唔識自己唔識嘅嘢，都要夾粗走去講。咁啊，由於我真係唔識啦，所以我就交翻俾司徒文俊。但我想第一樣嘢問你，你對於阿蕭生呢個做法，有咩睇法？即係而家啊，佢仲喺度按兵不動。第二樣嘢就係喺如果網台界入面有啲 KOL 就係又係唔識呢個問題，又唔識又要喺度死衝咧。係啊，嗱，首先講翻蕭山嗰度先啦。其實我越嚟越中意蕭山嘅喎，即係我真係個 fans 嚟噶，唔係話喂要玩佢啊，串佢。嗱，我哋係好多人嘅 fans， 我哋係 Mira 嘅 fans， 我哋係阿蕭山嘅 fans 嚇。我哋仲係好多人嘅 fans 嚟㗎，所以即係大家要體諒啊。係啊，咁我覺得佢而家做嘢咧係謹慎咗嘅。咁只不過都有啲聽眾同我哋交流，就好似我哋咧，我哋就算會員嗰一個嘅專享嗰啲環節，其實咧我哋唔會話做過一節，跟住將之前我哋原本嗰個節目 cut 咗佢，只不過額外再用時間做多一節俾你，咁唔會破壞個完整性啊。即係換言之，如果嗰樣嘢你冇係好深切興趣啊。就算你冇聽到嗰個咁敏感嘅內容，你都 OK 噶嘛？咁唔會話夾硬將啲節目斬開咗，跟住咧就插啲廣告，剩低咧就得少少內容，跟住再乜嘢？咁但係咧，每個人有各家做法啦，冇下位先。咁蕭山咧，有時啲聽眾就話，即係我聽到成集，好似即係落唔到寵物咁樣。但係咧，我必須咁講有樣嘢咧，大家都要讚佢老人家嘅。佢而家咧揀內容咧，同埋咧佢咧。走去好似面對呢啲問題咧，佢唔會用最快速度出嚟搶住講，佢做好功課先。咁可能呢啲功課唔係佢自己做啦，佢咁大個團隊，好似話淨係幫佢揾料都十個人啊，可能係呢十個人做啦。咁有時當然即係大家唔好怪罪啊，有時都係人嚟嘅。譬如佢揾翻嚟啲料，譬如講錯咗嘅，但係起碼佢真係有俾心機落去做成個功課嘅，就唔同咧。有啲啊，另一個又我好欣賞嘅，叫星期二得到。真係非常欣賞呢、這個台咧，就係、是、無敵嘅。譬如咧，佢阿 Tony Choi 咧出嚟話啦，其實佢係半個澳門人啊。嗱，我真係唔知啊，即係唔知佢嘅意思係佢好似我咁啊，嚇爸爸澳門人啦、啊，定係媽咪澳門人啦、啊？跟住半個意思係咪即係咪另外嗰個就係香港人啦、啊？咁樣我唔知係呢種啊，定係佢曾經因為佢嘅專業啊喺澳門攞身份證啊，定係？即係佢覺得我屬澳門呢個地方，所以我係澳門人咧咁樣。咁我哋唔考究呢樣嘢啦，我哋唔去針對呢個個人性嘅。譬如佢話有啲一啲資訊咧，嗱，我覺得講出嚟咧有時啊誇少少啦，冇問題嘅。但係唔可以將啲嘢打橫嚟講噶嘛。喂，例如你話洗米華阿華哥講大話，即係話倒底面啊，倒台底呢樣嘢嚇係叫做呢個回歸之後先有嘅，或者近代先有嘅。喂，咁呢樣嘢咧？就唔係事實嚟嘅，即係咁講。阿台長，你都睇過魔界嘅係咪？咁咪分咗幾個紀元嘅係咪？即係有第一紀元、第二紀元。咁我哋睇魔界咧嚇，最尾咧嚇，呢個抌落去毀滅只魔界第三紀元啦。啊，賭業都有嘅喎，即係譬如啦，以前最早啊，葡國人啦嚟曬鹹魚，整馬介休嚇上嚟啊嚇，叫做做啲貿易仔。嗰、那個文雅嘅我哋唔計啊嚇，嗰、那個第零幾元啦，好冇？跟住之後啦，開始有老一輩啊，好似我哋嘅聽眾盧九家族，譬如好似講緊早期嘅一啲嘅經營者，甚至乎話將漢叔啊叫做話嗰陣時富老榕家族擺埋落去啦，唔緊要啦。第一個幾元之後新哥嗰陣時成個黃金時代當第二幾元咧，好冇？跟住去到開放賭牌，我哋口中講嘅黃金十年，到第三紀元嚟，好冇？咁好似魔界咁分啦，三個紀元啦就，
咁點解咁啊？喂，點解你講魔戒啊？因為有聽眾早排又話：阿文俊，你成日叫台長講魔戒，究竟你自己有冇睇啊？我小說有嘅，有齊嘅。另外咧，澳門日報咧，我琴晚通宵寫稿，都係寫魔戒。咁如無意外咧，大家都會嚟緊睇到噶啦。咁啊，講緊係魔戒新個圖，所以就索性就攞呢樣嘢做個比喻啦。咁而你話，如果你話咧，呢個倒台底啊，倒底面。是第三紀元才有呢，那這件事我就不太認同了，台長。但是不要說是要懂不懂博彩業、啊、我相信就算我當台長 是一個讀書人，他真的不賭錢的，但是他以前呢譬如研究一些家族，譬如像我所說盧九、啊、歷史、啊、傅老庸的歷史、啊、新歌早期、啊、其實倒台底、啊、即是說這個 不是很久的了，譬如以前那些排九天九，即係講緊撥嗰啲樓仔啊，嗰啲翻攤啊，喂，其實嗰陣時都已經有呢個倒台底㗎啦，甚至乎講緊即係呢一個文化咧，絕對唔係話喂講緊阿洗米華或者係回歸咗之後點樣，跟住新一代嘅營運者去創造㗎嘛，唔係㗎，好耐㗎啦，你唔可以揀講咧就話係而家先嚟做，甚至乎喺中期我哋講啦。第二紀元啊，哎呀，新歌的王者時代，其實講緊嗰陣時，大陸未發達、未發跡，當陣時啊，但阿小平叔叔仲未南巡啊，咁國內又未有呢個突破性嘅關鍵經濟增長，冇呢個實力倒下噶嘛，咁點啊？嗰陣時梗係有其他啦，例如當陣時盛極一時台灣嘅倒下，係咪啊？例如日本以金宇先生為首嘅。日本的經濟泡沫飛起的倒下，這些全部都是有亦都那時有到底面的，揸著個對象，譬如你說那時他是個受的對象，就是我是譬如我這個賭團的，我這個賭團帶他來這個公司或者這個引介人這個 Travel Agency 跟他本身拼底面。關於呢這個底面和保險呢，外面的 KOL 也是撈到亂了的，就話咧咩泰國啊，跟住咩 KK 園區，屌 KK 園區冇呢啲玩嘅。你應該話嗰個地方柬埔寨就柬埔寨，老窩就老窩，就唔好將佢撈埋一堆，又當咗係嗰啲乜乜園區乜園區，唔係嘅，嗰啲唔係做呢飯嘢嘅。OK， 即係你嗰邊咧，你 KK 園區開個賭場咧，我深信真係冇一般嘅賭客咧過嚟咁容易玩咧。最簡單，你好難對數嘅。咁呢啲我第日先講啦。咁但係咧，你就唔好將做保險同埋咧，即係賭台上嘅保險啊，唔係 AIA 嗰啲，同埋咧呢個賭底面咧就撈亂佢。咁如果你想分咧，好簡單。琴日會員專區咧，我專登做咗一節去講過下。咁有一大部分咧都係講呢嚿嘢。咁當然就少少係講嗰啲即係而家新會員嘅感受啊，同埋我哋想點做嗰啲咁講少少啦。但係大家就可以聽一聽，嗰度係 part one 嚟嘅啫。我嚟緊慢慢再講。就不要撈亂了啲啲嘢，因為你呢啲咧叫做賭業咧，都算是一個範疇。就算大家口中所講不是很專業都好，起碼都是一個範疇。正如你入間茶餐廳啊，飲杯奶茶咖啡，其實都是一個範疇嚟嘅。佢同你屋企沖啊，你想象中啊咩倒包粉落去倒啲熱水沖出嚟兩回事。阿台長繼續啊，嗱咁樣咧，呢、這個問題咧就好技術性嘅。我諗咧就我建議啦。即係嗰個賭台面、賭台底嗰度咧，就留翻喺呢個號外度會員專區度講。但係頭先有一樣嘢咧，我諗你即係直接咪你要回應我個疑問啦。就係如果你係身處洗米華個處境，你會唔會講咁多嘢？啊，呢個即係你應該評論下啩。嗱，必須咁講。我同佢。當然是大差距啦，無論身家定是交際定是所有嘢。咁但是呢有一樣嘢都可以叫共通嘅，大家都澳門人。咁另外一樣嘢，大家都經歷過呢個時代噶嘛。咁你問到我咧，其實而家關於啊，即其實嗱，我必須咁講，由即賭牌啊、雲頂入股啦，以至洗米華嗰度咧，其實咧係有好多其他出面外面嘅人想我客串賽做嘉賓講嘅，我全部推曬。因為咧，我淨係想將所有核心嘢同台長講，
這個我私心來的，但是遲一點譬如還有多些人繼續找我們，那我們這邊講完就那邊講一下，所以大家聽到的東西照理出面不會有的、譬如以我看法，現在這個環境他為什麼這樣講話呢？他不甘心，他不開心、你講到個 point 啊，你講到個 point 啊，他不甘心啊，是不是？那不甘心是什麼呢？那是不是有些東西他吃了死貓呢？咁好肯定啦，即系正如即系你打个比喻好简单啦。阿文俊啊，喺佢唔舒服啊，病咗冇开声啊，甚至乎冇上嚟睇嘅时候，譬如有啲主持讲喺节目度讲咗啲嘢唔啱听，或者个节目哦晏咗做，提早收工咁样，咁啲听众唔妥，佢唔会走去同个主持或者啊最多系同阿 Jackie 啊，我哋总监讲两句，直接闹我噶喎。咁跟住，喂，但喺我角度，我都同你講咗，我病咗，連節目，連大台長嘅節目都做唔到，我又點會管到其他節目咧？係咪？咁何況我哋分開噶嘛？節目有節目總監啊，跟住 IT 有 IT Jackie， 跟住我哋有其他主持人啊，點點點。但係人哋咧就唔理啊。咁點解咧？樹大招風噶嘛。喂，你個台個名都寫住思豪文俊頻道啦，咁你好似又唔係入你手，肯定。是你主事的啦，肯定是你做的啦，是不是？那正如喂太阳城阿华哥连太阳城集团啊个 logo 都闻得在个心口度啊，是闻在个手臂度啊。喂，那有事一定都要入你数啦，话知你啊有个阿朱阿狗啊在你度掉个垃圾落地下，都应该是你阿华哥的管辖的，应该你去负责叫人或者你自己执咗个垃圾去。嗱呢样嘢呢佢好唔甘心嘅。尤其是咧，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唔甘心咧？心理唔平衡就在於你入我數唔緊要。如果嗰樣嘢係有一個利益，而嗰個利益我有翻個正當嘅收益，例如喂夜晚哦，你話個主持做節目做一啲唔好，喂原來係有好多人課金噶，跟住我冇份做噶，我翹埋手嘅啫，我都分到課金喎。咁誒，你話兩句咪算咯？係啊，係啦，係啦，係啦，我對你唔住啦，大佬。咁但係如果個情況係個節目不但止冇貨金，你仲要冇份做，仲要揞錢出嚟去做節目嘅時候，跟住之後有啲事唔關你事咧，人哋咧就反而係追住你嚟㗎啦，甚至乎無端端咧，話我咩歧視女性，我都拗鬧曬頭，我邊番言論咧？後屘先至揾到原來就係我講咗澳門。因為有黃賭毒，咁佢覺得，哎，我講個地方係有黃色事業，因為我黃色事業呢樣嘢係唔尊重女性，所以阿文俊你就唔尊重女性啦。哇，咁變相你個人會敏噶嘛？你會覺得喂，根本成件事都唔係咁嘅，估唔到字咯。正如好似而家你見到佢嘅答辯，佢講嘅説話，其實咧好坦白講，佢除咗係釐清事實同埋佢，即係當然啦，你答辯嘅為自己辯解啦。事實上咧，其實佢係好想咧，係即係對外去講清楚一啲嘢，其實唔關佢事，亦都唔係佢負責嘅。只不過我做一個平台，喂，我做得呢個台啊，喺 YouTube 上面，咁咁多兄弟姊妹，咁多主持做節目，咁我冇可能係每一個人佢講啲乜嘢，以至什麼自由都唔俾佢哋㗎。譬如佢中意原本個節目話凌晨兩點收嘅，佢點半鐘收，咁冇所謂㗎，係咪先？咪由佢咯。點解佢唔決定得啦？咁難聽啲講，就算好似而家我哋喂話有廣告嘅合作商，咁阿 Jackie 同埋阿安守令兩個做營運嘅，佢哋壓咗頭，咁關我咩事啊？我只可以係聽大家嘅説話，大家分工合作去做。譬如叫我你講兩句啦，幫手賣廣告啦，我咪講咯。我點會質疑佢？喂，你入面應唔應該接呢個廣告啊？乜嘢？咁如果中間有事，嗰啲事唔關。我是的，而人哋執咗我食死貓咧，咁我梗係會借啲耳啊！喂，可能同阿台長而家呢個節目就會講啦。嗱，其實嗰啲又唔關我事啊！因為好多時咧，即係你要知道一啲江湖人啊，或者叫話出嚟做事嘅人咧，雖然譬如好似有啲聽眾，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啦，大家就即係去睇一件事咧，唔好帶有一個道德嘅判定先。即係例如琴日啲聽眾聽完我哋講。阿文俊，你讲咁多啊？懒技术性，事实上你咪就系要帮黑社会辩护？呢啲乜嘢逻辑嚟噶？即系你唔好咁样去睇先。如果你咁样讲咧，这个世界所有嘢都唔讲得噶啦。因为只要你觉得嗰个人唔系一个
好人，你就佢嘅所有嘢你都係用一個有色眼鏡嚟睇，甚至乎連我哋去評論呢件事，客觀啲嘅評論，你都話你係幫佢辯護嘅。甚至乎琴日聽完嗰集，有聽眾留言：，喂，你去做個辯護律師啊！你咁醒，你同我官講啊嘛？喂，你估我唔想啊？我冇律师牌啊嘛。如果有，我打啦呢下嘢，系咪先？咁即系我想讲咧，大家咧要抽离少少啊。其实呢样嘢，如果大家听台长节目耐咧，你又知道台长其实对上呢十几二十年咧做节目咧，其实佢都系教紧大家一个思维方式，神秘之嘢好，一周时事好。佢獨立嘅節目當，佢都係教大家咧，呢、這個世界做咩事都係要客觀，同埋唔好戴有色眼鏡去睇任何事。哪怕你有個人喜惡，呢樣嘢係我細個台長提我提到而家十幾年，佢都係講同一樣嘢。咁所以大家咧要了解我哋個節目嘅核心精神。譬如你都可以睇得出點解洗米華喺上面會咁樣講嘢，成件事就係因為佢的而且確喺好多範疇上佢食咗好多死貓。咁但係冇辦法。因为即江湖人总会有一句说话出嚟行嘢预咗噶啦，但系问题佢预咗嘅程度系乜嘢先？喂，原来喂我预咗嘅可能系我搵咗几多钱，呕翻啲出嚟摆平件事，跟住我以后可能自己有啲前途冇咗，可能我以后喺有啲场合唔登场得，即系唔可以啊登场喺一啲国际性场合或者乜嘢，甚至乎我。換嚟我有啲打擊，有啲個人損失嘅，咁嗰個範圍係得咪得咯？但問題有啲嘢原來佢夾硬地將一啲嘢入咗你數，而嗰堆嘢你真係冇做過，甚至乎你連嗰樣可能發生咗你都唔知嘅，咁你好委屈噶嘛？所以你見到佢上庭講嘢咧，正常嘅台長話齋，如果其他案唔係呢單案啊，譬如我涉及一啲其他嘅可能傷人啊咩嗰啲嘢。正常咧，個律師教你嗰啲唔講個唔好講啦。有啲邊啲扮叔啊叔啊，扮衰仔啊扮衰仔啦。咁但係好似呢個情況咧，我亦都咁講啦。就算律師都好，嗰啲人唔係撈到噶嘛，佢真係佢唔明白個情況噶嘛。跟住其次就係個官你都唔係撈到噶嘛。咁我有啲委屈，我有啲我係最直接知道嘅情況，我咪唔好話保養自己，而係我都想求個公道啫。嗱，我覺得係咁嘅，我睇完之後。我同意嘅，絕對同意呢、這個即係心中有氣啊！啊，即係反正都係坐啦，而且坐嘅時間咁耐，咁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去講咧？咁樣嚇，咁呢個即係理解到嘅嚇。咁但係我建議咧，就跟住落嚟講嗰啲嘅內容咧，就擺喺呢個號外入邊啦。會員專區，因為佢即係個內容比較係技術性啲啦。咁亦都留翻啲比較有心嘅聽眾走去即係聽，好唔好啊？好，不過咧喺呢度咧，我哋都要咧講一個精結嘅 point。佢話唔係佢操控呢句説話。嗱，坊間咧大家解讀到亂曬嘅，因為咧做呢個台底生意咧係有個架構嘅。我琴日咧我嗰集咧，大家話複雜就係、是、喂點解個我要按嘢俾你賭聽？我點解唔係直接按俾你個賭廳啊？點解我要按俾一個第三方公司，甚至乎一個金融機構？跟住點解我要將啲嘢會分開幾重做？跟住又你出事嘅時候，你就話個金融機構就話你只係佢個客。因為其實做到呢行咧，大家如果要清楚，一定要明白一樣嘢，冇可能咧，我係一間公司一個人話事，跟住整個體系咧，淨係一個方式處理。正如如果而家我哋嘅合作方，你落廣告乜都好，可能我哋都會即係有唔同嘅人咧同你對接，唔會就係做節目嗰個又係文俊，跟住咧去諗個節目點做，嗰個又係文俊，同你去傾點樣落呢個廣告都係文俊，跟住原來最後剪接個節目啊，剪接你條廣告啊，都係文俊，唔每一個人咧真係做曬所有事係做唔到噶，咁所以你話尤其是當佢嘅架構，你唔好忘記佢嘅架構係乜嘢，佢係上市公司嚟噶。佢唔同話，好似頭先文俊講嗰啲一間茶餐廳、一個士多、一個檔仔啊。咁你如果你係一個上市公司 scale 嘅 size 嘅 case， 你係咪應該係真係去宏觀啲同埋客觀啲去審視，而唔係真係乜嘢乜嘢乜嘢，全部就係噏曬出嚟嗱，有呢堆有呢堆有呢堆嗱，總之就係你做噶啦，你一個人做啦。
佢邊做到啊？即係我客觀咁講，就算佢幾叻，佢唔瞓覺都處理唔到嘅。以至咧，譬如講緊你話喂做嗰啲台底台面啊點樣？咁點解最直接嘅原因？哦，喺你個賭廳度有啲行為，仲唔係你呢個賭廳嘅承接？大佬，賭廳嗰個係持牌人，佢係去攞呢個 junket 呢、這個中介人牌照。呢、這個攞咗牌照嘅佢係對天對地，即係叫乜嘢？對政府，亦都係對合作方、對客嘅。但係問題運作上，你正如好簡單，好多嘅賭廳啊，佢淨係自己個會計部都要分翻開嘅。喂，處理咁多唔同嘅數，即係我斷估你唔會係我處理銀行同銀行嘅交收，同客人嘅交收一樣啩？已經兩回事啦。喂，銀行嚟嘅，你每日入錢又有限，另外有好多限制。咁你同客咧，咁另外做到噶嘛？你會對錢莊噶嘛？係咪啊？你有錢莊嘅交收噶嘛？點會冇錢莊嘅？呢樣係常識嚟嘅，即係大家有時判呢啲案咧，即係我唔係話澳門政府當然係好好啦，法律公正，判案非常精明啊。即係如果其他地方都係，喂斷估你唔好攞出嚟去啡壞佢，點解你會同第二錢莊合作？这个世界哪里有赌场是不跟钱庄合作的？你不要玩了，不要说做赌场，就算你是正规生意，你做贸易的跟钱庄对数都经常的啦。你等得银行的waiting又高，时间又耐，就要报这报路，等得他又听死了，是不是？根本很多贸易就是钱庄角色，除了他去给钱你，他的角色就是他做一个中间人，他安排当地企业跟你做对冲的嘛。咁你係咪做對沖呢個行為？其實做生意就算上市級嘅公司正行啊，你做其他正行都係噶。例如好簡單，你係咪而家找條數俾間我當啊？你起樓啊？你找條紅毛泥水泥數，揾個阿姐喺度剪輯花草，都係直接嗰個樓盤承辦商找俾佢，唔會噶。你一定會有管理公司，有其他嘅部門，有其他架構公司，甚至乎外判咗出嚟乜乜乜工程公司。是全個世界都是這樣，所以昨天有些聽眾或者叫有一些坊間 KOL 就說、其實、是不是應該什麼都是什麼去找啊去成啊，其實他自己做完就可以了，他這麼大間公司，就是他大間公司才不可以自己做完的嘛。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邏輯謬誤，大家真真正正是要明白了解，就不要以為上市公司是大到什麼呢？正規嘢做曬，一啲唔係咁正規，一啲走盞嘢都係做曬。跟住另外咧，唔見得嗰樣嘢做曬，冇噶。呢、這個世界冇嗰間咁嘅公司啊！就算你強如嗰啲咩五十強啊、一百強啊嚇，都唔會咁樣噶。一定係有好多架構上嘅嘢。咁所以佢講呢句説話，佢喺一間主公司，佢睇主公司一啲嘅業務、上市嘅嘢，或者係啲融資嘅嘢，佢唔會細緻到咧。每一筆數都去跟，咁絕對係正常啦。咁呢樣嘢咧係事實嚟嘅喎，係咪啊？咁第二，好似一啲我哋會分翻開啦，可能擺聽日講啦。佢其他一啲嘅夥計嘅一啲嘅判詞，大家都要留意嘅。一啲運作上嘅嘢，其實做到呢行咧，我必須咁講，唔會你做嘅嘢係得你一個知，一定係所有嘢你做緊啲乜。你的同事會知道，你的棚會知道，你老闆會知道，合作方會知道，即是給這個地方來的，還有監管方他們一定會知道，尤其是這件事洗米華說了一句話，大家要記入腦，澳門整個賭台底的文化，不要說是澳門，在世界上是已經存在了很久，也都在回歸前，甚至乎他潛台詞告訴你，他入行之前已經有了，你不要煮了他的頭上，說是他創他整的，你不如說賭場他發明好不好？你不如說百家樂洗米油發明的好不好？老夫機就不行了，知道了，我節目都講了，有了百九幾年歷史了，你不如說百家樂他發明好不好？澳門有為什麼賭場？因為周卓華先生，原本沒有的，就是他，他成立賭場，你不如咁样屈啦，好唔好啊？喂，即系呢啲嘢咧，真系唔 make sense 嘅。所以我觉得佢点解咁讲嘢咧，回应翻呢个问题咧，佢都知道发生咩事啦。你而家唔讲，你真系吞晒落去，咕一声，嗱，有一啲情况咧，
你要我唔講嘢，你一定 guarantee 我所有東西。例如我啊，文俊咧，好簡單嘅啫，我屋企人啦，即係唔好講多啊。例如台長，好啊，你有啲嘢你要我嘅，咁 OK 好，唔緊要。佢老哥順利喺英國喺澳洲，佢同翻我講係佢本人得㗎啦。咁有啲嘢相對條件我同你交換，你唔好搞鳩台長，你唔好搞我屋企人。啊、或者你不要搞我老婆，如果我有的话你不要搞我老婆，我算好不好跟你交换。但是你看看连日来记者那些什么啊，他的仔在外国都回来了，他老婆啊跟他现在即之前又说又来又合了三个女，那位正印太太都是在澳门的，他没有走过的、哦、早前你们个个都拍到又说在外国有什么，事实上他们即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即係翻嚟聽審啦，但係喂佢屋企人喺曬度，咁啲資產又凍曬，即係有聽眾想我講佢間上市公司有啲動向啦，嗱一日講唔曬嘅呢啲，咁但係即係分日講咯，咁但係你睇翻好多嘢，喂其實會唔會係就算有嘢你執佢食死貓，以佢呢個身家以佢嘅地位，你都有啲誠意俾佢咧，但係可能佢都感覺會有啲嘢係。冇俾咗誠意佢，同埋要佢食喎，佢唔甘心咯。嗱，即係呢個我自己睇法啫。嗱，純粹我自己睇法嘅啫。咁你話中間有冇咩嗰啲，我自己嘅睇法咯。咁講唔埋噶嘛呢個世界嚇。阿台長你點睇？冇咩補充噶啦，我完全100% 同意你頭先嗰個講法咯嚇。咁但係就人在江湖啦，身不由己啦，係咪啊？好多嘢都即係同樣嘅説話啦。自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咁我哋呢节咧就喺度结束，我哋跟住一节咧，系、啊、就讲一句啊，有啲听众即系我必须咁讲啦，吓、啊，即系唔系净系我哋个台啦，例如喺我喺其他台睇到有啲听众嘅留言，什么话黑社会抵死啊，什么话人哋咁耐风流咁耐折冻啊，喂，即系呢风流说话咧，唔好咁样讲啊，呢个人。是不是真的一个完全差得那么犀利一个没本心的人呢，他不是的，他真的不是的。即是你说出面有很多、啊、所谓做正行的有钱佬的富翁，事实上人品上是他学识可能不够人来啦，可能他出身不辉煌啦。但是、啊、我敢讲一句，以我认识啊，使不说这个人他的人格比很多出面比他更加有钱几十倍的人是高尚，而且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即是你不要判别因为他做到他出面有几个老婆，这些喂这些他个人兴趣来的。做到有很多东西不是他一个人话事，即是命运的选择。但是这个人的本质呢，我敢讲他不是真的大家口讲到是不是十恶不赦，他不是那么差的。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坦白地说，如果我同佢有拉楞咧，我根本喺度做唔到节目嘅，一早被人拉狗咗啦。我同佢系冇拉楞，亦都我冇受嘅好处。嗱、啊，即系坦白讲，真系冇受过任何好处嘅，亦都我冇参与佢任何业务喎，都唔同范数嘅。啊，即系直咁样讲，你就明噶啦。就算做到都有分唔同派系噶嘛，大家唔同派系啊。咁结果咧，咁但系点解我都要讲呢句说话咧？喺甚至乎佢而家佢系落难啦，即系落难啦。个原因就系你谂下啦。一个人啊落难啊被人煮紧，都仍然有一啲人甚至乎一啲小人物好似小龙文俊呢啲夠胆企到直同大家讲呢、这个人呢唔系口中讲到咁差，佢本质唔系一个坏人，佢做嘅事唔可以全部入晒佢数，有好多历史环境嘅问题唔应该用个人化方式处理。点解我仲讲呢个公道说话，喂其实我唔使驚㗎，我都冇做赌业。我又冇揸人钱，喂一个人啊，你要一个人去就范，老实讲啊，一系佢揸到人周身债，你用利益去挟持佢；一系你夹咗我老婆，夹咗台长，夹住我屋企人，夹住我妈咪，跟住你等于攞呢枪指住我，嗱你要为我做事，唔系啊，我啲屋企人、台长啊，所有人都活得好好地啊，朗哥个个好好地啊，系咪先？问题就是我是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威胁之下我仍然讲的嘛，所以你们要明白，即是你要听清楚什么人讲什么说话，我讲的东西是出自我真心，同埋我讲的说话呢
絕對係我唔係因為受某啲人啊或者乜嘢任何嘅影響好處啊，唔係啊。嚴格上嚟講，其實老實講，澳門啊，你估我識啲 uncle 少咩？啲部門啲敏感部門我識得少咩？個重點就係佢哋都會聽呢個節目噶、啊，係咪啊？佢哋都會聽我講咩啊嘛？我都夠膽咁樣講，咁大家諗一諗咯，即係唔好話坊間有啲 KOL 有啲八卦雜誌佢寫嘅嘢。你哋就覺得、哦、一定係咁，一定係咁，一定係咁做到嘅，冇個好人，甚至乎有啲聽眾成日都話嘅，知道敏俊你都唔係個好人，係、哎、我唔係好人啊，我係個撲街中嘅撲街，但係呢個世界都有真相嘅嚇、啊，我哋下次翻嚟，好。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阿鄧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呢，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啊，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咁呢分有一比較得嚟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文化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